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克斯。再一次好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克斯。最近天气很热，热到我不得不开冷气的地步。我想要省电费，又不想热，所以我还是开了，没有办法，真的太热了。不然的话，我录音会录进超多电风扇的杂音。好，我买了两大包吸管，然后它写里面有一包是60支入。所以两包就是120支，我想要把这120支吸管全部都接起来啊。原本想说要买10包，但是600支我觉得装不装得完是重点。如果120支可以的话，我就挑战600支吧。好，那这支吸管，这种吸管啊，差不多一支是21公分，21公分乘以120支，2520。公分，大概是2公尺左右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这里总共有120根吸管，接下来要开始把它接起来。啊，我的想法是呢，先把连接的一头呢先撑大，然后另外一头会比较好塞进去，再把它粘起来。对，红，我想说来排一个彩虹的颜色好了，我看起来好像没有橘色，就用黄色好了。两只就连接起来了。有在录哦，不是预览哦。好好好，那就好，吓死我！如果呢弄成预览，我想大家会崩溃在电脑前面吧。2000多公分，是20公尺吧？惊觉！做一只要花3分钟，现在还做4只，还有16只，3×16，所以要花到48。哇，这里面会录一个小时哎，我的相机跟我的摄影镜头撑得住吗？No, 好像被误以为是逗猫棒。哦，我想要加快一下速度，我先把它全部就这样接起来，然后全部接完之后，我再用胶带一次贴，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快了。120只，所以16、18，再2只。好的，那照理来看，剩下2只，这里应该要有12只，可是只有10只。由此可证呢，120只里面呢，每一包大概只有59只而已。太扯咯！哎，不要从另外一头玩我的吸管。说好的20只呢？最近怎么很多东西都跟说好的不一样？一包里面有60只，两包照理来讲应该要有120只啊，欠我2只，谁要赔我？完成，接下来就是把刚刚这10几只的接缝处用胶带粘起来。看来呢，这些最后都会变成逗猫棒哦，他超爱的呢。完成。我连走都没有地方走了，直接来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办法喝饮料、喝水就好了。我在减肥。好，
三